虽然还有五天就迎来与男友周杰伦的世纪婚礼，但准新娘昆凌依旧为事业而忙碌。12日，昆凌飞赴香港出席某手表品牌的开幕活动，自然受到媒体记者的围追堵截。准新郎周杰伦早前在采访中提及，希望能在婚后生下五个孩子，并且第一个孩子是男孩。对于未婚夫的心愿，昆凌则在采访中直言，先生一个看看好了，之后再考虑，并害羞承认自己很怕痛。为什么今天没有？快答应未婚夫连生五个的要求，但昆凌确实已经做好了婚后火速造人的准备。她坦称自己已经开始幻想，很期待看到小孩上学后，如果妈妈很年轻，会让孩子感到很骄傲的画面。叶旭乐新闻中心刷报道。